外形高挑，长相甜美，当然更少不了紧身套装。国际超跑赛，台湾开跑，车模规格也很国际化。从早上到现在，因为要等大家的赛事整个结束，所以我们会一直跟着我们的车队、我们的厂商一起行动。他是大陆车模，随着所属的车队参赛，也跟着来台湾站台，看厂商的需要的需求。我们大概有170上下左右。不但要求身高、外形，更强调会说英文。毕竟国际级的赛车可是全球巡回。台湾车模也不输阵，大打人海战术，每个车队都找不少车模。就在开跑前，像这样站在车前，人气就跟着来。接近海选的试镜，形象比较符合的呢，就会被挑选到。他们总共选了31位。预估一天的薪水就有上万元，毕竟是国际赛事第一次登台，车手要拼赛车战机，台湾车模水准同样也不低。龙产新闻郑彦龙在大鹏湾的采访报道。